海哥，开始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大家安静安静，我们万花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各位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。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才一向不如三弟，还是你来吧。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好，文字这么清晰，是不是？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，持家但有四利弊，治国不齐三折功，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猿哭帐烟腾。哇塞，太好棒，太帅了。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开封地脉，花醉仪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天下奇。孔双双在他那儿？花开花落，真的假的？二十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，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。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晴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前芍药腰无阁，池上芙蕖径少啼，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云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他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梁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，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两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两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，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惭愧呀。
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把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。全当是去散散心嘛，要不然以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一次，就能抓他第二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，走。娘，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，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三番五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，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延辰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我也想了很多，我对延琦表哥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，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